啊？你看这米饭，这米饭好咋嫩，的了？好鲜活呀！你就直接盛就完事儿了呗。喜欢吃啊，还有一层水呢。你这是啥？妈妈给你做的鸡蛋糕。鸡蛋糕能吃吗？能吃啊，妈妈给你分一下啊，咱俩一人，咱俩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做番茄鸡蛋面吧，你尝了一下，就是有点酸了。它哪里走过饭呀？纯粹就是母爱泛滥了一下。谢谢吧，哈。那么不好吃。